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老许，这是阿丽。来回来的时候，老头再三嘱咐，一定要去大舅哥家里边看一下，去买点东西吧，不能空手去。老四娘，吃空。思考。思考，大家。思考。思考事情，干了，干了，开始。拿着你自己神去吧。这里米烤不？烤焦。我给你烤尿。烤尿。嗯。我是靠尿的。就是胖，快吃靠。嗯，来，快点干。嗯。二弟正在买水果。哎，他就说的。这是山竹啊，这能落多大？六四四。四四。16一公斤。买点肉，买点菜，买点水果。现在是在一个小镇上面。四星菜，四星没？四星，四星的是胖，星不密，没开。米不？哦。老妈。老弟来了，那是木吧？对了，从干开始落的呢。这肉不新鲜了。骆驼来。Pepsi。好来，那你换六根呢？双螺。双螺。嗯。我来去大舅家里，还要带着菜。还带着米，阿亮，怕死吗？怕死？野生的茄子，我老丈人喜欢吃这个。托马给吗？炖你们吗？嗯。再买点白菜啊！炖你不吃了。咱自己看着买了，不管了。没什么菜好买的，就是几样菜。就要两两，就要两四两。可白是烤，嗯，烤焦有啥米？
买点糯米。这里就有卖菜的吗？是老鼠。鱼根。34路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给大舅哥买米吗？因为我大舅哥一个人干活养活了7个人，他也没什么工作，都是打一点零工，与其给他钱让他拿着乱用，还不如给他买点米呢，买点米，买点菜，买点肉会更好一点。买30公斤。30公斤。这小孩几岁？叫加比。细笔，10岁都会做生意。不开口了。交代不？不好个带，不好个带。没分量，不掉个换料，等下就到了，不用绑了。不用绑了，不用绑了。大夫。带。力气也不小呢，还能搬得动。60斤。呀，谁行了？过来来。妈妈让妈妈去给人家钱。